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嘉义县卫生局推出青少年心理健康卫教心动局，以青少年过动症状加忧郁症状为题，透过行动影片向乡亲呼吁，注意囡仔的情绪，帮助因寻求适当的舒压管道，让每一个囡仔拢有身心健康的成长过程。嘉义县卫生局长赵国华表示，心情郁闷的时，会当透过唱歌、运动等方式改善心情，或者是找到适当的对象倾诉心声。嘉义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提供专业心理师为乡亲服务，咨询过程免费，欢迎乡亲多加利用。嘉义县政府为了促进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我们特别来推出了一个青少年心理健康卫教的心动剧。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我们生动的一个影片来呼吁我们的乡亲要注意我们家的小孩，或者是我们 有青少年的小孩，能够遇到他有心情无助的时钟，或者是小朋友在七岁以前有过动的情况，我们都应该来注意一下，让他有适当的一个就医或者舒压的一个管道，让我们的小孩能够拥有身心健康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如果我们有心情无助的时候，可以透过一些舒压的方式啊，不管是唱歌、运动，或者是寻求我们嘉义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心理师来为您服务。那嘉义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位在我们的石安大楼二楼，也可以打我们362-1150或者是1925的服务专线，我们都有免费的一个服务来做提供。那希望我们在注意小孩，也要注意我们青少年，甚至我们家的老人有忧郁的状况，我们都一并要来注意，适当的来提供一些舒压的管道，还有咨询的管道，能够让我们的县民更健康。卫生局呼吁，关心青年为你我做起，心情不好的背后，可能潜藏心理健康的议题。当有情绪问题需要协助，欢迎拨打卫生福利部24小时安心专线1925，或者是0535-1150，由嘉义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团队共同守护囡仔。最新新闻就来先，嘉义县采访报道。从创办人手上接下这个五星县长，对我来讲是激动的。激动的不是我得奖，激动的是恭喜嘉义县民成为五星县民了。实际上，嘉义确实需要更多的肯定。嘉义为台湾提升50几档，它就是一个粮仓。默默地在后面支撑整个台湾的发展。那我想这几年的发展确实给嘉义人重新恢复了信心。那我们现在6个产业园区同时在发动，那科学园区也在前几天那整个正式的动土。那我们在智慧科技农业的部分，我们走得很前面，而且我们很多的青壮农投入到农业的生产和发展。那在环保的部分，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循环再利用大概是全台湾首创，把废渔网跟废科舍整个转化变成所谓的绿色产品。那在整个所有的观光，那也谢谢，那在疫情期间，那大概找空旷的地方，特别到嘉义的各个角落，包括山区跟海边里面去游玩，所以我们的观光的发展也是历史的一个成长。那嘉义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那大家知道穷人家的小孩要比别人更努力，所以谢谢眼界给我们的鼓励，那我们会更努力，那让嘉义可以继续发展，让嘉义人有更有想象力，也让嘉义的龙峰大县可以实现。谢谢大家，谢谢。勇敢